有真玩到没游戏玩了欸。来啊，我截取一下哈。游戏。没有啊，这个没有要玩啊，只是让你们看一下我是玩到什么地步。视窗截取，新增来源，泰拉瑞亚。完成。这很久玩了，可是现在没什么动力重玩了。看那么多角色，其实我砍掉很多只了啦，都没有再玩了。看一下哦，新手大王 M 那比较好。这个对啊，泰拉瑞亚，哦，然后这边就是很多很多设施啊，像这个是船到海边啊，影像、音乐，看，这是我们用的海边，那这个是往地狱，这是丛林嘛？这样身上有点多垃圾。哦，这些是钓鱼用的东西啦。啊，这是另外一边的海边，这个是挂钱用的。啊，应该去看另外一张地图。这张，这张是跟兔窝的一那个之前玩的，他们把地整的超平，这样子。然后这张地图环境被我压缩到很猛哦，状态，腐化之地只有1%，猩红之地4%，那个。这个被锁在这边，只有锁在这边而已，跟这边，啊，其他都没被感染到。如果你们懂这是什么挖沟的话，因为这些地形是会感染的啊，被我就是反正它是病毒啦啊，被我封锁在这一区，然后它就蔓延不出来了，然后这边也是被我封锁在这边，也蔓延不出来。那时候哦，清这个清到真的快死掉欸。然后带你去看，这张地图就是没有玩很久啦，这张地图玩不到一个月吧，所以设施有些都没有很好。像这个吧，看啊、喔！哇哇哇哇哇！
这个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蠕虫，抓蠕虫用的。我感觉没蠕虫啊。像缺氧的 feel 有吗？来，这个蠕虫，我就是在钓这个蠕虫，然后这个是抓蠕虫用的平台。哎，我们不动了，不会改版蠕虫不能这样用了吧？哎、哦、呦，然后这样掉下来，然后被我抓到了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泰拉瑞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要玩啊，我只是在展示我玩过的地图。那时候就很多设施，然后很多很多有的没的，都是以前的回忆了。当时就是像盖这个啊，给你们看，这个平台就是那时候就叫什么兔子啊，叫兔崽子里面的人，就是说你们帮我挖这个平台，我要盖东西，然后就叫他们来挖。很早以前有实况过，可是就是没什么人在看。那之后就是实况那一两次之后就都私下玩了，就没开台玩了，这样子。啊、你看这个蠕虫，这个是钓一只隐藏 BOSS 用的啦。啊、那只 BOSS 我现在也懒得打了。咻！好了，关掉，来撤。然后这里是，哦，想起来这个是干嘛的了？这边是种那个啦，种那个叶绿定的地方。那还记得我那时候说什么蜘蛛农场吗？就这个，就挂在这边生蜘蛛。看一下哦，我的招魂棒。因为这个背景是蜘蛛巢。然后就挂在这边，楼下会生蜘蛛。居然在泰拉没有啦，无聊无聊看一下而已。然后蜘蛛都在下面这边，那就回收蜘蛛牙。然后最主要是这个东西，我还在研究这只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平台怎么盖，这个传送法杖，这个传送法杖是我在这个世界打到最难打的东西，虽然它只有2%机会会升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超难挂，我挂了一个多礼拜吧，才这几样而已，然后而且我自己还挂到死掉。7把，然后我另外几只角色也有几把，
然后下一个地方是没了，地狱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很无聊。他怎么会介绍的啊？钓鱼的地方，钓鱼的地方，钓鱼的地方没了。《王专用 AF 啊，这个我也忘了，我开这是要干嘛的、欸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样子一个地方。哦，还有这个是刷小猪铺满的地图。对啊，我的召唤钟怎么不见了？感谢珍惜啊！你怎么睡过头？你是上班睡过头吗？哇！这是拿来挂这样子挂网的地方。哎，不对啊，没有，有问题。哦，在这里。好。跟台哦，哦，那你迟到太久了吧？没有啦，这就是挂海盗旗子的地方。去看个比赛，稍后回来。好，你有召唤过？你那什么字啊 ？Offer？ 你那什么单字啊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这样、喔，这什么鬼 ？W A。L O F F R E S H， 这是什么、啊？哦，拜托！我现在这身装备怎么可能没召唤过啊？我想问一下哦，那个叶登东，你是国中生还国小生吗？没有，你这攸关我之后要怎么面对你？如果你年纪太小的话，我。应该会不太会理你了，因为你最近的发言一直让我觉得你个性很小，让我觉得有点很难跟你聊天呢。有吗？没有吗？怎么没有？有吗？抱歉，我状况坏。
等一下，打王用是什么？哦，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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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示范一下哦。喂，好了，然后这时候就有海盗船入侵。 怎么这个世界好危险？不会啊，这世界最安全欸，这世界超安全的，不用怕。所以我之前都在帮那个干爹刷那个飞碟坐骑啊。 或者一些特殊坐骑，我在帮他们刷。这条龙是召唤的啊，召唤的武器。就兔子，兔子就很喜欢用召唤的啊。因为召唤真的就是你不用理他，让他自己去打怪，你做你的事情这样。然后兔子玩这个游戏真的蛮欧的，然后那时候给他抽东西，他都抽到好多我没有的。 游戏玩到后面，你会找不到滑鼠，因为太花了。不是比较麻烦的是，你看他现在都不打上面这只飞碟，然后打一些小只的飞碟不打掉。 OK， 打完了。哦，现在是血月吗？哦，满月哦。来捡钱，来捡钱！哦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等下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等我喝水 ，B。 白痴哦，没注意血量，差点死。没有，现在这个是满月，是比较难打的一个特殊事件。阿、啊、我的血量在右上角，刚刚只剩下两颗星。
存到附近，啊，怎么没有宝箱可以存？啊，我没有存过这个哦，不可能啊！ 这里，这里，白痴哦，死掉了，山伯金，民主进来的，镰刀哎，这也是好东西。 不会啊，其实泰拉瑞亚刷怪也很和平啊。我可以让你看看另外一个方法的刷怪。我要等我这个打完，因为如果下次进了这张地图，又是这个满月，我就完蛋了，我会忘记，然后又马上死一次。
法师是偏后期的角色，法师很强。有看到这个拉克斯，这招很强，但是很花魔。